夏天最火的宫廷剧《延禧攻略》终于完结了，追了这么久，大家也一定追累了吧？但好在这部剧的剧情还是很精彩的，所以观众看起来也不会觉得太累。这部长达70集的电视剧，演员的数量可是很多的，但中间陆陆续续不少演员都提前领盒饭，能坚持到最后的也就那几位主角了。但有一位配角很意外，他可是从第1集坚持到第70集。这位配角就是饰演书贵人的李春润了。大家对这个书贵人应该印象很深吧？他在人工选秀时就展现了他大胆的一面，几句美言一说就顺利的被皇上选上了。之后他也参与了宫中的争斗，但他不是主导人，而是见风使舵，看谁得宠，谁有权势就站哪边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他才能活到最后。但也有网友说出了另一个原因，他还是剧中插曲《宫墙柳》的演唱者呢。这首曲子也多次出现过，这可不能说领盒饭就领盒饭。《延禧攻略》对于李春润来说，应该是他演的戏份最多的一部剧吧。观众在之前对他并不熟悉，但他也演过几部热播剧，但都因为戏份比较少，并没有得到观众的注意。例如他曾出演过赵丽颖的《楚乔传》，在剧中饰演一个小丫鬟，但戏份是所有演员中最少的，自然也没引起观众的注意。之后他又出演了《凤求凰》，尽管戏份比之前多些，但因为这部剧评分口碑都很差，被观众列为烂片，所以他也没有火起来。直到《延禧攻略》，观众终于开始关注他了。尽管他的人设并不讨喜，但他的演技可是很不错的。李春润从出道的时间来说，并不算是新人，